我喜欢的女孩半夜来我家送狗，我担心她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于是我决定把她留住。哎呦，王老三，睡着了，太累了吧？熊仔呢？嗯，他进屋睡觉了都，他都没动静了。啊，你也别折腾，在这睡也不得了。看完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等会儿。就我家这个门吧，就刚才你睡觉的时候它坏了，就从里边它打不开了。得等我室友回来从外面打开。我看看。哎，等，我刚才都给锁王打电话了，锁王这点他都下班休息了，来不了。你看，开不开了？他也可以不回来，在回来的路上了，姐啊。那你要不就给他打电话问问，就是别让人误会咱俩。那也行，那你先坐会儿吧，我给他打电话。还玩呢，哥们儿？完事儿了？没有，你先那啥，再玩会儿啊，你先别回来啊，为了我的幸福，哥们儿。干就完了。我给他打完电话了，他说。他在回来路上了。那行。啊。你喝点果。不是，你吃点零食。这。唠会儿嗑。啊，唠啥呀？你就是，你处过几个对象？不是，我就是问问。处过一个，还是小学的时候。小学？你这么早熟啊！我这小学就开始处对象。你今天反什么？你们这干啥？我也没啥事儿，就是。你咋了？我吧，就是。我曾遇到一束光。你咋回来了？我上厕所回来。这把完事了。那行，王老师，慢走，拜拜。没啥电话就走了。啊，好，拜拜，王老师。啊，你咋回来了？我天哪！你不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快回来吗？我说你别回来！操你，你真上头啊！王老师，我送送你啊，你慢点。